其实我也有想过，我是被你们领养。老公，嗯，你有没有什么遗憾啊？脑筋急转弯还是成语接龙？撼动人心，心如止水，水性杨花。我才没有水性杨花。安卓，我是长大了。有什么好不讲的？是最好的朋友。那我们来交换秘密，你先说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7月17日起，晚间8点，有生之年，就在华视频道与你不见不散。